我一直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处理好。可是事实证明，我处理一团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听你啪啦》，由梁杰、邢兆林主演的网剧《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》正在持续热播中。陈嘉欣和王希逸组成的新一夫妇关系终于有了缓和，先婚后爱的二人在暧昧的边缘来回试探。就当大家坐等两人进一步发展时，故事的走向却开始跑偏。在即将上线的剧情中，王希逸一直心心念念的安娜终于从国外回来，陈嘉欣的处境也瞬间陷入尴尬。王希逸两边都不想得罪，所以并没有。 将陈嘉欣的事情告诉对方，看着王希逸和安娜整天在自己面前秀恩爱，嘉欣内疚一个委屈，和王希逸仅存的联系也就只有肚子里的小希米了。然而在后续的剧情中，小希米也没能保住，失去了孩子的嘉欣对王希逸彻底失去了希望，她选择主动退出，离开王希逸。而后知后觉得王希逸失去后才知道珍惜，跟着嘉欣的车追了出去，离开王希逸的嘉欣动身前往国外深造。 而王希逸的追妻之路也正式开始，就让我们一起坐等后续剧情的上线吧。